艾利克斯活跃于社群平台，经常发文和粉丝网友们分享工作与日常生活。日前他发文透露外出买东西处理事情，结束一切行程后回到停车的位置才惊觉，原来自己下车后竟然忘了关车门，车子大门完全敞开，长达了约90分钟。艾利克斯在文中表示车内的东西都还在，车子也没有被偷走，让他忍不住给台北一个赞。接着询问网友，如果在他们居住的城市人下车后车子没关门会发生什么事，贴文立刻引来热烈讨论。有网友惊呼，如果在南加州车子会原地消失，在欧洲纽约等地车子也会马上被偷走。又网友笑说，在台南会有人帮忙关车门，不过也有网友认为台湾人比较不敢靠近，担心会惹上麻烦。